徐秘书，李书记，你回来了。通知他们把公放放了。放了。思想不通是吗？不是。你们在903工地对他的冲击大方向是对的。去年他搞什么整顿，那就是伏笔嘛。我们抓他是斗争的需要，现在放他也是斗争的需要嘛。那过几天你就清楚了。小徐啊，度量放大一点，打个电话给医院，让他们通知公方的家属。坐下，同志。今天这手术我来做吧。公放同志要出来了，你去接他一下。半年多了。去吧。不，手术完了再去。快去吧。903工地小学吗？麻烦你找一下工栏。你回来！你管得着吗？你算老几啊？你爸爸是走资派，等着命！喂，我是宫兰妈妈。真的？好，我就去告诉弟弟。小金，小金。小健，爸爸要回来了，妈妈让我叫你赶快回去呢。真的，妈妈已经去接了。我这还有点急事儿，一会儿回去啊。哎，你又在写什么了，小健？爸爸好不容易才出来，你可千万不能再给他添什么麻烦了啊！麻烦？这么说，爸爸坐牢也成他自找的了。你怎么变成这样？我怎么了？爸爸出事儿，你就没流过一滴眼泪。今天他要回来了，你不说快回去看看，还偏在这个时候。你怎么变得这么冷酷？冷酷？你看过这篇文章吗？小金，你这才是大毒草呢。你看看他们说的，革命的老干部，我们的父辈，英勇奋斗几十年，都成了走资派、还乡团了。他们这是要干什么？
是我冷酷吗？不，姐姐，为了爸爸，你不止一次的哭了。可是你究竟为什么哭呢？今天爸爸出来了，那我们就可以委曲求全了吗？你是个人民教师，明明看见那个交白卷的大学迷被当作英雄捧上了天，毒害了多少青少年的思想啊，你却不敢说个不字。再说你和薛成的事儿吧，你那样爱他，可是人家多次来找你，你却因为爸爸的事儿总是那样回避他。你呀，姐姐，你爱不敢爱，恨不敢恨。喂，放了啊，丁干事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薛技术员，你可真是个书呆子。咱们工总指挥已经放出来了。谁说的？你看，欢迎的大标语都贴出来了，你还不快到他家去看看？奶奶，仲师傅、沈师傅来了。哦，龚奶奶，哎，工坊还没到家呀？还没有。啊，两位老师傅，快请坐。哦，哎，奶奶在做豆腐呢。啊。准是为了迎接我们的工总指挥做你们家的传家菜小葱拌豆腐，对吧？给你猜着了。今儿个你们都别走，陪工坊喝两盅啊。酒是要喝的，可今儿啊有夜班，嗨，把人都拉出去抓革命了，就剩下我们这号人在促生产。仲师傅，哎，怎么样，工坊炸回来，家里还缺点什么不？什么也不缺，就是这住的地方不大方便。怎么，我们那位裴总指挥占去的房子还不归还？嗨，今儿早晨裴文斌来还逼着我把这件也让出来。啊，真他妈的不是东西，这霸占的人家几间住房不算，还要扫地出门呢，哼！嗯，洪奶奶，我们要上班了。哎，明天再来看工坊。好好，我们走了。哎，明儿一定来。好。奶奶，我来。小兰，外边大字报写的什么呀？又批廖伯伯和爸爸了。哎，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？小兰，牛蛙，
半年，就把你折磨成这样。妈妈，小兰，快给爸爸盛碗绿豆汤。你坐这儿。小娟呢？啊，她出去了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啊、对，今儿个哩哩啦啦看的人还不少呢。仲师傅、沈师傅刚走了一会儿，怎么不留他们多坐一会儿啊？啊，我留了。啊、他们说今儿上夜班，明儿来看你。哦、听说903工地乱着呢，没人管呐，都盼你回来。妈，啊，哦，对。爸爸，哎，够甜吗？再给加点糖。不用了，长久不吃甜的，这已经很甜了。爸爸，这半年多，你在里边是怎么过的？小兰，薛成怎么样？你们相处的还好吗？他挺好的。还常来吗？来过。不过后来我就不让他来了。为什么？我不愿意因为我影响了他的前途。小兰，爸爸，我小兰，去给爸爸烧水洗澡吧。歇一会儿吧。啊。让我好好看看你。脱掉上衣，凉快凉快吧。在里面吃了不少苦吧？听说还有上刑的。没有什么。出来的时候怎么谈的？做的什么结论呢？这次回来，哪儿我也不让你去了。听说903又要大干了。903又要大干了。嗯，我正要提醒你呢，如果再让你出来抓，可千万别去。要不就提早退休算了。
这可不像是我们落霞同志说的话呀。廖书记怎么样？有什么消息吗？手术后一直不大好，还在北京治病。李梦良把皮样师的班子换得差不多了，早就放风说廖平山回不来了。你没发现今天街上大字报突然又多起来了？又要有一场更大的风暴。你先躺下休息会儿吧。裴副总指挥，给您送东西来了，搬上来吧。好好。哎，等等，我下来。小心。啊，裴副总指挥，都送来了啊。你看这东西往哪搁呀？等等等等啊！好，谢谢。公交有人吗？我说你们这房子。哦，公放同志，你回来了。哎呀，您辛苦了，这可也得谢谢你呀。凯说哪儿去了呢？您是我的老上级了，我怎么会？这还不都是你刚才讲房子怎么了？没有没有，我是怕你一回来房子太挤了，是不是请你换一个地方？全都进监牢最好啊。公方同志，你可要正确对待啊。好吧，以后再谈吧。啊，往楼上搬。好好，快搬快搬。廖书记，龚芳，你从北京来，刚下火车。那你的身体可以对付了？你怎么样哦？你受苦了，坐牢不是第一次了。35年前，不是你把我从地主的土牢里解放出来的吗？哎呀，现在比那时候要复杂的多呀。复杂，太复杂了。
政委啊，这些日子来，我一直在苦苦地思考着一个问题。可是，你说吧，政委，看，这不是鬼子的刺刀扎的，也不是国民党的子弹打的，而是那些自称正确路线代表的人，给我这个走资派一点小小的惩戒。政委，我们的党能允许这样的事情继续下去吗？大娘，哎呀，老廖啊，你好。好啊，坐吧。哎，落霞同志，廖书记，廖伯伯。哦，政委，我的家庭你是了解的。过去我们是一个小小的革命集体，可是我的妈妈是一个老妇救会员，现在竟常常痛苦地流泪。我的妻子是一个经过战争考验的老卫生员，她竟劝我退休。我的女儿，爸爸，你们的心情我完全理解，你们都是好同志，只不过应该乐观一点。刚才公放提出来的问题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呀。就拿903工程来说吧，这本来是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提出来的一项重点工程，它直接关系到四个现代化的大事，怎么会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典型呢？你在903搞的那十点措施，我在医院里看了，那是正确的，没有错。他们非法关押了你，一直采取了法西斯暴行，难道仅仅是为了搞掉你一个公放？他们全面否定去年平阳市的整顿工作，现在还在追什么丰源？难道仅仅是为了打倒我一个廖平山？不，不是的，他们的矛头所向是越来越清楚了。我们国家又出了林彪了，那可怎么办呢？是啊，人人都在想怎么办呢。天空出现了乌云，全国人民都在担心和忧虑啊。在北京，有位军委的老首长对我讲，斗争是曲折的，前途是光明的，民心党心党员之心是不会允许修正主义上台的。特别是应该看到毛主席亲自提议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、国务院总理，这个决定那是多么的英明啊。说廖书记要你马上去开会，现在还在追什么？告诉他，今天我有事儿。仅仅是为了打倒我一个廖平山？不，不是的。他们的矛头所向是越来越清楚了。
赵书记。哦，你是？我叫徐秀。哦，你就是徐秀啊。怎么，您知道？哎，前几年我看过你写的大字报，你那个时候对林彪一类骗子还是很有认识的嘛。您请坐吧。你是一个码头工人的孩子吧？廖书记对我这么了解，可惜呀，近来不怎么了解喽。什么时候从九零三调上来的？已经半年了。对这样的环境习惯吗？刚来的时候不习惯，后来就习惯了。哦，特别是应该看到毛主席亲自提议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、国务院总理，这个决定那是多么的英明啊！同志们，走资派、还乡团在哪儿啊？就在这里。赶快复制一份送给中央首长去。别急，中央首长派孔进同志来传达新精神。今天就到。好吧，以后有时间咱们再好好谈谈。好，你去通知一下李书记，就说我找他。怎么，他不在？在。在开会。开会。什么会呀？啊，不便说，是吧？那好，我去看看。李孟良同志。哟，廖平山同志。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哎呀，请这边坐。好，你看，怎么不事先打个电话呢？弄得都没到车站去接一下。哎呀，找到你可不容易啊！几次打电话请你去开会。哟，请原谅，不知者无罪嘛。我们啊，还正准备着欢迎你呢。欢迎。够隆重的了，满街的大字报，这也是群众的反应嘛。哦，群众。可我听说群众对平阳市的工作，特别是对九零三的现状很不满意呀。全市生产下降，供应紧张，我们这鱼米之乡连个青菜都吃不上。九零三工程不但没有进展，反而遭到了破坏，群众感到心疼啊。廖平山同志，这些可都是走资派、复辟派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奇谈怪论，不要轻信，要接受去年搞整顿的教训。我现在还看不出整顿有什么不好。梁校的文章不是讲得很清楚吗？孔进同志找您。啊，孔进同志，书记，来来，介绍一下。啊，这是市委第一书记廖平山同志。啊，这是中央一个协作班子的孔进同志。廖书记，坐吧。哎，我这次来，是专为九零三工程，写一篇文章。好啊，欢迎你写出一篇真实的报道来呀。根据这次计划工作会议上国务院负责同志的指示精神，省委决定立即恢复龚放同志在九零三的一切职务。我相信九零三的形势会很快改变的。龚放这个人是民主派到走资派的典型，这个决定。李书记，
小徐秘书，李书记亲自找我，到底什么事儿？不知道。那我的检查，他看过了？不知道。李书记，今天情绪好吗？你坐那等着吧，一会儿见到他什么都知道了。有人说老衙官们都不行了，要打开监狱找左派，真是敌我不分，人妖颠倒啊。廖书记的勇气和魄力令人佩服。我很想听听你对公放同志的看法。好啊，我可以讲几句。那好啊，你们谈吧，我去办点事儿。哎，常委会改到明天开，你准是要参加哟。好的。公放同志和许许多多的老英雄模范一样，他对人民是有功的，他曾受到毛主席的接见，他是好干部，不是民主派，是革命派，不是走资派。袁占标同志，公放这个人可不大好对付啊，所以你去903工地任务很重啊。暂时算协助裴文斌，以后第一把手交给你干。这步棋可关系到我们全局呀。我姓袁的，一定对得起你。还有啊，你过去那些个小毛病要改改，头脑里要有政治嘛。你放心，我进来。李书记，这是丁干事送来的。小徐啊，你带袁指挥到小餐厅吃饭，然后要车送他到903工地。好。小徐，你这张小嘴儿可真严啊，不愧是李书记的秘书，将来我也要找一个你这样的秘书。说好了，等着吧。哦，哎，小徐，我告诉你个秘密。这次我一回家，头一件事就是和淮南老婆离婚。来，为祝贺我，干一杯。哎，小徐，小徐，袁占标。你要干什么？徐修同志，我不相信你会习惯这种环境。Thank you.
孔金同志，这可是两发重磅炸弹。是啊，有用处，正好可以充实到我的文章里去。可是，这发炮弹往哪儿打呢？老李啊，我们的斗争可不能仅仅着眼于一个平阳市啊。我从首长那儿得到一个重要的情况，毛主席已经病重，上面的斗争更加激烈了，所以只整一个公放，一个廖平山不行，要懂得项庄舞剑，意在沛公。李书记，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，从903工程的失败看走资派推行唯生产利论的破产。好啊，这篇文章能不能按时见报，就看你的了。怎么说走就走啊？大半年不在家了，也不……哎，你呀，心里就有你那个903。妈妈，你不是常说，我爹当年刚从地主的土牢里一解放出来，你就送他参军了？记得你还唱歌呢，丈夫去当兵，老婆叫一声，猫儿他爹，你等等我。算了算了，都那么大岁数了，谁还能用绳子拴住你？我只是想，现在不比当年打鬼子打老蒋，那个时候死也死个光荣。妈，不会的，廖伯伯都回来了。妈妈知道，不过是提醒他点。你爸爸那个脾气，只配当老虎连的连长。对付现在这号人呢？这号人怎么样？三个脑袋，六条背膀。放心吧，这次啊，我要不拿下903，向党中央、国务院报喜，我真的打报告退休了。伤疤还没有好，你就忘了疼？你呀，往后还真得多个心眼才好。老古话说的，明枪容易躲，暗箭最难防。
这号人专门会在脚底下使绊子的。说的对呀、啊，妈，还有什么吩咐啊？嗯，对，见到薛成捎个话，让他来咱们家玩。这话现在不能捎，在机组试车之前，我不能让这个好技术员分心，得把他拴住，不让他出来。他要自个儿跑来了，你们拿棍子给我打回去啊！小兰，妈，你看爸爸。等等，共同指挥，你好了，老钟师傅，你呀，啊。怎么，就你们俩在干活？都开会去了。什么会？批判唯生产利润大会。那你们怎么不去呢？都去了，谁来当唯生产利润的典型呢？自从你被抓以后，哪有一天好好的干过活？工程师、技术员都是臭老九，冯总被赶走了。上下班的汽笛也停了，工人一干活就是用生产压革命。你看看，把工地给糟蹋成什么样子了，真是败家子儿。老沈，你说呢？老沈已经半年多没说话了。走。是共同指挥。同志们，汽笛是上下班的信号，可是在我们九零三工地已经有半年多不响了。现在机器停止了转动，设备在生锈，整个工程都几乎瘫痪了。对这种状况，我们大家都很着急。
很痛心，也很气愤。可是有人却说是形势大好。公放，你想干什么？你这太不像话了！不许公放放毒，打倒公放！打倒公放！有那么一伙人，就是不让我们抓生产。谁要是一抓了生产，就说你是唯生产立论。请问，工人不上工，农民不种地，学生不学习，科学家不搞研究，四个现代化会从天上掉下来吗？不，那只有亡党亡国。同志们，我们要像大庆人那样抓革命促生产，迅速地把我们903工程搞上去。党中央国务院在等待着我们胜利的消息呢。公放，你同志们，同志们，我们绝不允许倒字派用生产压革命。现在我宣布批判大会就在这儿开。同志们，走啊，上工喽！上工去。这叫啊，与人奋斗，其乐无穷。是啊，走，研究研究。学成，哎，你今天晚上有空吗？我有点私事。私事往后放，先办公室。陪我到冯总家里去看看。你也到冯总家去？嗯。那我就公司兼顾了。怎么了？爸爸，学成每星期六晚上都带着图纸到冯总那儿去请教。那算什么私事儿啊？冯总让我保密。谁呀？是我，薛成。冯总就出差？是啊。他什么时候搬来的？你被抓走以后，他也被抄了家，就赶到这儿了。冯总，你看谁来了？冯总，啊，是你，回来了。还是我们的总指挥，党委书记。哦，身体好吧？好啊，好啊。来来来，来，快请里边坐吧。好，好。来来来，坐吧坐吧。好，总指挥啊，能再见到你，我打心眼里高兴啊。可是说实在的，我总感到你是个走资派，我是个臭老九。他臭不臭说不上，可是也在老九之列啊。我们三个人在一起，怕以后有许多话说不清楚，何苦找这种麻烦呢？我看你一点也不怕麻烦吧。我就是这种贱脾气啊。这个脾气一点也不贱，宝贵得很。冯总，903的汽笛又响了，工人师傅们
又上班了，您。我老了，经不起了。冯总啊，我们做领导工作的，本应该给你们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条件，让你们用科学知识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。可是现在，冯总，九零三需要你，党需要你。还记得那年到北京开会，毛主席他老人家接见我们的情景吗？雪成，拿上，走吧。你害怕了？李书记说了，这回就看你的了。你懂生产，可不要辜负了李书记的信任。那除非是……老袁，我一个受党教育这么多年的干部，实在是说不出口。他妈！又想当婊子，又要立牌坊，看你把我老裴说的，办法是有的，可你叫我，你指路子，该有别人。好，那我说。哎，你去睡会儿吧，睡不着啊。那咱们谈谈好吗？好啊，我一直想和你聊聊呢。这阵子忙得连句私房话都捞不着说了。我可没什么私房话说。哎，我对下步工程有个大胆的设想。你有大胆的设想我相信，要说没私房话可骗不了我。要不你脸红什么？这你说你脸红什么？你呀。哎，告诉你个秘密，小兰，天不早了，快睡吧。秋凉了，我把薛成这件毛衣赶完就睡。明天去的时候，把爸爸和弟弟的衣服带去。明儿一早试车，你不去看看？工作忙，离不开。小兰，我和你爸爸商量过了，等这期工程完了，你们的事儿也该办了，早点睡吧。啊，thank you.
住！快闪开，炸弹！你个臭老九，你想搞破坏？什么？你？哎呦！你这个狗东西，你给我出来！哎呦，老师傅，老师傅，你们误会了，不是我，是薛成。薛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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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薛成。我，好孩子，放心吧，电击抱住了，丁二旺抓住了。糟了！丁二旺被他们抓住了，废物！走，找工方要人去。不许开！不许开！就是不许开！快走！快让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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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让开吧你！走开！干嘛呢？赶快走！要不都来不及了！滚开吧你！干嘛？你干嘛？有什么事？关我？关你？不许开！这不许开！把你赶出老实现在压死他！压死他！你敢？不许开车！不交还丁二旺，就是不许开车！我让你开车！我以医生的权利要求你们赶快让开，不然就无法抢救了。就想快让开吧，死活该！进行破坏的就是薛成，救活了也得枪毙。把丁二旺给放了。丁二旺是杀人破坏的现行犯。革命有什么证据？我们亲眼看见，当场抓住的。看，他的匕首上还带着血呢。公放，哼！你操纵群众，陷害好人，包庇自己的女婿，你手段可真毒！袁长彪，你，你，廖书记，袁长彪，现在救人要紧，赶紧让救护车开走。你算老几？袁占彪，孩子，你喝点水，啊。孩子，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。奶奶，我都这么大岁数了，我还要等着看结果呢。当年你爷爷都40多岁了，还愣是磨过着陈毅司令员，参了军，过了江，郭村一战，就再也没有回来。
奶奶。我听到了这个消息，我擦干了眼泪，就去支援前线。孩子，咱们家是几代的列军属啊？李书记吗？丁二旺给他们带走了。廖平山，正和公放组织抢修呢。你马上来吗？好。就在这儿，你们要干什么？抓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。谁？你的儿子龚坚。什么？小坚？有什么根据啊？廖书记，中央首长有批示啊。什么批示？市委怎么不知道？一会儿我单独向您汇报。抓，慢着。李书记，现在九零三正到了关键时刻，你们这样干究竟是为什么？龚放，你心里明白，在你们家的密谈也有材料。把龚坚弄下来。好，梁梦梁，你还认识我姓沈的吗？老沈，是你呀。你也是老造反了吗？我现在就要造你们的反，反革命就是你，打死你我偿命，你敢？要冷静一些。走吧，你先向我讲清案情。啊，好吧。像这样的案情，为什么不经过市委讨论？这是省委孙副书记的批示。省委讨论过吗？您看，中央王洪文副主席的批示。廖书记，您看怎么处理啊？暂缓执行，我要向省委和中央作出报告。查到，走！你们干啥？你们拼命要抓人！好啊，要武斗啊！给我上！还打！不能就大家跟进！还打！不许动手！
李书记，正在向廖书记汇报。我们等着廖书记的决定。哼，廖书记，包庇中央点名逮捕的反革命分子，这个责任，怕他未必担得起。爸爸，这严峻的现实，我懂。走吧。不过，我正告你们，最后被押上历史审判台的，绝不是我，而是你们。抓走。上去！你上去吧你！再见，小金，小金，姐姐，姐姐，小金，你的衣服，别管我，照顾好爸爸，照顾好爸爸，小金，小金，林默娘，你。老六，老六，政委啊，你龚芳同志，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真是罕见的呀。救护车。龚芳怎么样？他挺好的。哎，你也不用瞒着我，他们不会让他舒服的。你多照顾他一点。他很担心你的身体。不要紧。妈，你回来了。啊。小兰，这是小坚给你的，一个好心人带出来的，快念念。姐姐，薛成的死一定给你带来极大的悲痛，我们又是在那样的情况下分手的，来不及说更多的话。现在每当我想起前一阵对你的偏激，总感到不安。此刻，我仿佛又看到了你怨恨的眼睛和炙热的泪珠。不过我相信，你现在的泪水已不再是脆弱的心声，而是即将迸发的火焰。姐姐，记得我们共同读过马克思给他女儿的一句话吗？对幸福的理解是斗争。小坚，我奶奶、爸爸、妈妈和廖伯伯好。小兰，如果你弟弟对你有点偏激的话，你应该原谅他。妈，
我现在最痛苦的是自己的脆弱。哦，是徐秀同志。廖书记，来来来，请进来。廖书记，您的身体还好？这不已经出院了吗？哎呀，我等了你好久了，怎么今天才来呀？我早就想来了，但几次到您的门口我又走了。哦，怎么了？我们第一次在招待所见面，您讲的话对我启发很大。你坐吧。我当时有很多话想对您说，可我没勇气。这些日子来，我一直在这样矛盾的心情中生活。廖书记，您不要急嘛，坐下，咱们慢慢谈。坐吧，坐吧。徐秀同志，我听说在解放前，你们家的遭遇是很不幸的呀。是的，我爸爸是个码头工人，解放前夕被资本家打伤了，赶出了码头。那年妈妈刚生下我，家里没吃没喝，不几天妈妈就去世了。爸爸没法养活我，只得把我裹在一个破棉袄里，丢在了人家的屋檐下。对呀，就在那一天，平阳市解放了，有一位解放军同志把我给……把你从地上救起来，紧紧地抱在了他那温暖的军大衣里。廖书记，你就是……不，那是公放同志。徐秀同志，你有朴素的阶级感情，你痛恨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。可究竟谁是党内的走资派呀？难道是公放这样勤勤恳恳为党工作的同志吗？还是另外一些人？这可是一个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呀。现在可有这么一些人，他们打着革命的旗号，颠倒敌我关系，利用你们青年人的热情，去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呀。正是这样的，我今天是被他们派来监视你的。是啊，我们大家都要经受这样一场严峻的考验呐。廖书记，我没有，他们调到市委来工作，就是因为我在903冲击公放同志有功。我自己也以为这是党对我的信任，早把李梦良他们看成是政界路线的代表。
些日子来，我真想掉进了深渊。你能认识到这些，那就很好嘛。廖书记，我相信你是要革命的。徐修同志，你要振作起来，让我们共同为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战斗。嗯，来，喝点水吧。对了，有个重要情况，李梦良接到北京的电话，说孔敬写的文章明天就要发表了。工方同志，你不妨仔细看看这篇文章，他的主要矛头是对着上面，对你还是留有余地的嘛。本来嘛，你还不是听上边的，李书记说了，只要你肯站出来揭发，不仅是你的事儿，就是攻坚的问题也可以得到解决嘛。啊，住口！我可是一片好心呢，否则的话，后果不堪设想啊。你滚出去！来，小丁，我祝贺你。谢谢李书记，你受了几天委屈，可是也值得嘛。这都是李书记的领导艺术高嘛。坐坐，请，请请请请。首长表扬我们了，说这篇文章打中了目标，为首长争取了主动。我们一定要借这股东风大干一场。公放不识时务，就先从他身上开刀。对，嗯，对。来，请。老刘，政委，你快走吧。怎么回事？他们把我的办公室砸了。那你看样子，他们要全面动手了。你这个身体，在这里非给他们整死不可。你让我把阵地丢给他们？这里由我们顶着。你先到省里去，或者直接到北京继续养病。我给毛主席写了个报告，你带着，想办法转交给毛主席。你坐吧。你的心情我理解，对自己的病我也有数。在北京，医生也一再不让我出院。可是有一天，在军委工作的那位老首长来看我，他含着眼泪告诉我说，毛主席他老人家已经病重。毛主席病重，
有人，却利用毛主席病重，加紧了他们的阴谋活动。你说，我还怎么能够躺得住啊？第二天我就出院了，回来那就是拼命的嘛，要为毛主席他老人家分忧啊。政委，我们的冲锋号什么时候吹呀？会吹的，总有一天会吹的。我们现在要坚守岗位，准备迎接一场恶战。哎，是我。啊？你讲慢一点。哦，沈师傅也被他们抓走了。什么？政委，我走了。喂，你等一等啊，公放。要注意安全。政委，保重。小刘，刚才开车出去的是谁？是宫芳。哎呀，他，快追！你们想干什么？保命，逮捕你，卑鄙的绑架！龚芳同志，我来迟了。一起带走。呀！
骆医生，嗯，今天的手术我来做吧。为什么？他们要我通知你，从现在起停职交代。你别为我担心，别说是停职检查，现在就是把我抓起来，我也经受得住。人民万分悲痛的悼念伟大领袖毛主席，他们却加紧了阴谋活动。陈政委，你们军分区、人民武装部要坚决行使职权，把广大的民兵发动起来，配合部队严密注视车站、机场、电台、码头和一切要害部门的动向，做好应变的准备。好的。康副主任，你和公安部门要迅速查明工坊他们的下落。好。啊，就这样吧。好。老廖，你的身体。放心吧，我自信还能盯得住。我甚至还有第二次长征的准备来。站住！姓仲的，干什么来了？上班。告诉你，现在这儿已经不是903工地了，是市委战备大本营，懂吗？我看你快点回家去吧。走吧，走吧。喂，你是638厂吗？喂，喂，我找你们民兵营长。找李书记。什么？你就是李书记？我问你啊，你为什么不把你还是不在这边来集中？喂，怎么？喂，什么？还没联系上？喂，喂，李书记找不到。你怎么？喂。廖平山失踪两天了，会不会那事是真的？喂喂，你这怎么样？袁总指挥，各区各厂的民兵都不肯来，调不动了。靠打电话不行了，我看分头找吧。姓裴的，你想溜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哎，我可是真心的。什么真心？哼，我早就看到你这号干部的骨髓里去了。啊，跟着李书记五子登科，不行了，反戈一击，还他妈当官做老爷。告诉你，谁要动摇逃跑，可别怪我不够朋友。哎，你，李书记，李书记，你看这，您回来了，这是干什么？还没有上阵，总指挥部就乱了营了？有确实消息吗？孔进是从北京出发了。哦，那就没事。不，那他，可他一到省里就被扣留了。完了。不，最后胜负还要以后再看。现在要准备吃点苦头啊，迫不得已可以讲几句，不能交代的死也不能讲。老子死也找几个陪葬的，把公放他们拉出去毙了。愚蠢，怎么还留着他们？我们的把柄可都在这些人手里呀。
廖书记，是我呀。我提醒你注意，所有被非法关押同志的安全，你要负责。袁占彪他们搞得太过分了。我连夜到这里来，就是做工作，说服他们的。好吧。我希望你这次说的不是假话。陈政委，你们马上派一个连进驻903工地。好。同志们，现在我们要立即找到龚放同志。别怕，能和你们在一起死，我很高兴。可惜，我觉悟的太迟了。这群毒蛇从肉体上消灭我们几个人，并不可怕。可怕的是，他们从各个方面毁坏了无产阶级的道德观念，在理论上、思想上，造成了极大的混乱。这真是他们伏笔篡权的精神支柱。哎，再快一点。赶紧救火！龚放，龚放，李梦良，我代表市委宣布，从今天起，你们停职检查，交代罪行。龚放同志，龚放，龚放，落霞啊，这回龚放同志，我们胜利了。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汪章、江瑶四人帮粉碎了，得救了。我们的党，我们的国家，我们的人民得救了。华主席啊，感谢您。